家喺香港，每三个人就有一个胆固醇超标。但想降低胆固醇，有人话要每日食100条香蕉，有人话要每日做运动半个钟以上。其实有个简单啲嘅方法，而家只要每日一盒升级版维他奶钙斯宝大豆高钙植物固醇，连续三个星期就有助降低胆固醇8%。想了解更多，即刻上嚟呢个网站睇下啦。